学，请坐。请接着看李长者的合论。佛号梵志，名是一切诸佛法，本自体白净无染之智，以为能问之人。问：如果没有智慧，问不出来呀！问答都如是。一定要有真实智慧。我们凡夫问不出来，佛菩萨非常慈悲，他化身代替我们请法，代我们问，所以要知道凡智，我们用最简单的词句把它解释，最极清净的智慧就叫做凡智，一丝毫染污没有，一丝毫夹杂没有，这称之为凡智。谁有呢？一切众生呐，个个具足啊！你有，我也有，他也有，通通都有。只是可惜，我们虽有，而迷失了。正是《华严出现品》里面佛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如来智慧就是梵智，德是德能，相呢是相好，我们世俗人讲啊，福报。你看，智慧、德能就是才艺，福报。一切众生自性里面本来具足，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。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毗卢遮那佛一真庄严，在往生经里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，那是自性本具，一切众生通通都有，平等平等，无二无别。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佛在觉，觉而不迷，我们凡夫在迷，迷而不觉，邪而不正，然而不净，这样虽有不能清净，好像太阳一样，白天有太阳啊，但是今天阴天，云层很厚，
把太阳统统遮住了，看不到太阳了，变成阴天了。诸佛像在晴天，我们像在阴天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教导我们，叫什么？把这个乌云除掉啊！自信的智慧德相就显现了，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啊，本来就是啊。所以怎样把这个东西除掉？佛菩萨能不能帮上忙呢？给诸位说，帮不上。所谓啊，解铃还需系铃人啊，我们的迷惑不是外人给我们的，是我们自己迷了，所以还得要自己觉悟啊。佛菩萨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把破迷开悟的方法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要依教奉行，如果是勇猛精进，这一生就能成就，不要等来生了。华严经上善财童子给我们表演的一生成就，法华经上龙女给我们表演的也是一生成就啊，关键是勇猛精进你才行啊，懈怠懒散的，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。遥遥无期啊，一定要勇猛精进，要振作起来。要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。我们自信里面清净智慧呀，才显现呢。那么在这品经里面，智首菩萨了，是凡智佛的化身。他来带我们发问。什么人解答呢？文殊菩萨为我们解答。文殊师利菩萨，即使一切诸佛善则妙慧，这个要记住啊。什么叫文殊师利啊？文殊师利是如来根本智所起的作用啊，这个作用啊，善巧玄奘，这是这法了。善是善巧啊，善巧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不是一种方法。随机应变啊，随佛应化的对象，对不同的人，对不同的事，对不同的时间，对不同的处所，对不同的环境条件，应机说法所说一切法，决定令现前大众都得利益。
啊，耕犁的人得利益大，耕顿的人得利益小，没有不得利益的。这个叫弃机弃利呀！啊，这是佛说。啊，所以文殊菩萨代表般若智慧的应用，啊，所以为说法之主，啊，文殊师利，佛跟我们介绍啊，过去曾经为七佛之师，啊，过去七尊佛都是他的学生。菩萨慈悲呀，啊，没有示现成佛，还在菩萨地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菩萨教人比佛教人容易。佛是师道，师道要尊严呐。所谓是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。啊，师道尊严。菩萨是同学，同学就随便了。啊，你不来找我，我可以找你呀、啊。是菩萨了，佛不可以啊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菩萨已经成了佛了，还退居菩萨位？道理就在此地啊，度众生方便嘛，再看下面说以一切诸佛根本智慧之门，这一句不能够大意，要细心去体会，以一切诸佛根本智慧之门，不是一尊佛，一切诸佛根本智慧之门是什么呢？是法性，是佛性啊，法性佛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这叫根本智慧。啊，菩萨其用，大用无方，展示出无量无边智慧都不离根本，这一点重要，好像一棵大树一样啊，这棵大树很大，枝叶花果非常茂盛，任何一片叶都没有离开这个树的根本，菩萨为一切众生弘宗演教，不离根本智啊！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没有根本智，就没有厚德智；有厚德智，决定有根本智。啊，那么现在人麻烦来了。不知道求根本智，啊，专求厚德智，能不能成就？不能成就。好像什么呢？你所求到的花瓶里面插的花没根，很好看，三四天
哭了，死了。啊，现在人求学就搞这个表面，不知道搞根本。民国初年，唐大元居士对这个事情就讲得很多啊，告诉学佛的同学们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重视根本智，没有根本智，绝对没有后得智。啊，那根本智是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根本智是清净心。啊，清净心生智慧呀，要生后得智啊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也说得好啊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。啊，所以大乘教佛菩萨常常劝导我们发菩提心。啊，什么是菩提心？经论讲的很多，古来祖师大德著的很多，啊，越看越不懂，啊，那么我们也用善巧方便，把菩提心三条，啊，三条，第一条是菩提心之体，第二条是菩提心的自受用，第三条是菩提心的他受用。有体有用，体是一，用分作二。啊，所以讲三心呢。啊，大乘教上三心圆法了，圆满的发出来，这就菩提心。啊，我们这个讲堂有一副对联，上联真诚，真诚是菩提心的体，清净、平等、正觉是菩提心的自受用，最后一句慈悲，菩提心的他受用。啊，那么这样说法呢，大家比较容易懂。要是照经论里面讲法，至诚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；观经的讲法，至诚心。啊，这个起心论里面讲法是直心，观经讲法至诚心，身心。回向发愿心啊，那我现在这样子，这个写法的时候，大家比较容易懂。啊，身心是什么呢？清净、平等、正觉，身心的。啊，回向发愿心、大悲心，都是大慈大悲。我用十个字，一生起心动念、处事待人接物都不违背。啊，别人对我虚情假意，我对他
真真诚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想搞轮回，虚情假意是搞轮回，轮回心啊，我不想搞轮回了，我想这一生的时候能够脱离轮回，了生死出三界，那我就要用真诚。这真诚会上当，会吃亏呀，不要紧，我就算吃一百年的亏，上一百年的当，我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，值得了啊。如果你怕吃亏怕上当，那好吧，继续搞轮回。在轮回里头一打转无量劫，太可怕了，不能再干了啊！所以我只用一味真诚待人接物啊，对待自己要求清净，决定不染污，平等，没有高下啊，正觉决定不迷惑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对待一切众生大慈大悲啊，不分种族，不分贵贱，不分贫富，不分宗教信仰，以一片慈悲接触一切众生，这叫学佛。佛是这样的呀，菩萨是这样做的呀。我们学佛学菩萨从哪里做起？从心上做起啊！这个要懂。心向佛，你的言语当然就向佛啊，言语向佛，你的行为当然也向佛啊。言语是教啊，行为是戒律啊，自自然然后规矩，这样这一生当中才能了生死，才能出三界，自己得大安乐。有同学来问我，最近中国东北松花江受到严重染污，我在北京的时候听到啊，听到这个消息啊，许多人没有水喝，陷入极端的困境。这个学佛的人知道共业所感，全世界天天都有严重灾难发生啊！这两天我听说江西靠近这个湖北这个地区有地震，也有许许多多人无家可归，灾难太多了，到哪里去躲避？没地方，
所谓是在劫难逃啊，不在这个劫数里面，你自然会平安无事啊。学佛的人遇到这个严重灾难，不惊不怖，不怨天，不尤人啊，不要怪人，一心念佛，决定有感应啊。这个时候要警惕，要反省，要忏悔啊，要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自然的灾害与人心有没有关系？有密切的关系啊！人有善念，所有一切天灾人祸都没有了啊！我们的念头不善，言语不善，行为不善，就会感召许许多多的灾难啊。这个事情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不但佛经上有讲，基督教的新旧约里头有讲，回教古兰经里头也有讲，我都常常看。一个道理啊，佛法讲得很透彻，境随心转。所以我常说啊，极乐跟娑婆不二啊，华藏跟此地一如啊。啊，既然不二，既然是一如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差别在人心。华藏世界的人纯净，没有我。你要问我，你怎么知道他纯净无我？我在《十善业道经》里面念过啊，《十善业道经》，佛告诉菩萨啊，告诉龙王啊，说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卧道苦。那个一切卧道是十法界啊，这法是什么法呢？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善法就是十善业道。后头还有一句话很重要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所以我知道这个华藏世界那个里头的居民啊，心善，思想善，行为善，没有毫分不善夹杂，所以他的居住环境那么样的庄严。啊，极乐称之为净土，虽然往生的人没有达到纯善纯净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啊，阿赖耶里头虽然有卧底席的种子啊，它不起现行。啊，所以那个世界无比的殊胜呐。你要懂道理，你要明理呀。
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们这一生做人，啊，一定要做到，他能做到，我为什么做到啊？没这个道理啊。行善，念头善，行为善，念念都跟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相应，念念都跟十善业道相应，你所在之处就没有灾难啊。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啊。许多宗教都讲世界末日，我们今天真正在修行，真正在干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啊，诽谤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我对他没有一点怨恨，没有一点报复，而且我还感恩他，啊，感谢他。所以有人问我，你感谢他什么啊？感谢他帮我消业障啊！啊，无始今生呢，我造的业障很多啊。他对我的毁谤、侮辱、陷害，我没有嗔恚，业障就消了。如果我要有嗔恚心呢，业障消不了，我们这个冤业还要加深，以后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我一点怨恨都没有，一点报复的念头都没有，业障就消了。他帮我消的呀，我怎么不感激他呢？啊，他要有困难的话，我一定会帮助他，我一定会照顾他。这是做人的道理，这是学佛的道理。我一定要落实啊，一定要做啊。佛菩萨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。啊，做不到怎么办呢？读经听经。啊，你为什么做不到？理路没通，或者是理路不够深。我能做到也不是偶然的，我学佛54年了。我跟同学说过，我能够契入佛境界不过20年而已。换一句话说，我前面的有30多年的功夫啊，渐渐才入这个境界啊。所以现在无论在哪里，心平气和啊，什么样的灾难在我面前不惊不怖啊，我不会惊慌，不会恐怖，处之泰然。啊，许多预言讲的那叫定数，注意念了凡四训你就明白了。那我们自己修行的叫变数啊，修行人多了，这个变数力量加大了，灾难纵然不能化解会减轻，灾难的时间会缩短。定数里头有变数，这个道理要懂。
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认真努力，不但对自己有好处，对别人也有好处，啊，甚至对这地区都有好处。为什么不干？啊，所以希望大家不能不听经啊，一天不听经，面目全非呀！啊，我这一次因为吃东西不谨慎，啊，这个肠胃呀受寒，啊，现在一般人讲啊，好像是急性的肠胃炎，啊，我用中药，啊，四天恢复正常，啊，但是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啊，体力大概还要两三天，啊，就可以完全恢复了。吃东西要小心，要谨慎。啊，那么这次很对不起大家，我们讲经中断的时间太长。啊，我原先估计的时候，我离开不会超过一个星期。啊，结果是遇到这么一桩事情，都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啊，所以要读经，要明理，啊，无论什么境界，顺境不生贪念，逆境不生嗔恚，啊，顺逆境界都是我们修行提升境界的好因缘。只要你会修，啊，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不是别的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啊，不是，这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，啊，世间的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一样都带不去啊。古人常讲啊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呐，这个要警惕啊，不能造恶业。啊，你造的善业能带去，来生享福；你造的恶业能带去，来生受苦，都有果报啊！啊，因缘果报啊，丝毫不爽。古人讲啊，不是不报啊，时辰未到。时辰到了，你后悔莫及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读书，读圣贤书，一定要明理。啊，读经、听经、念佛，决定不能够中断。东天目山的同修告诉我，他们每天听经六个小时，啊，念佛十几个小时，啊，做得很如法了，啊，这是真正的念佛道场，啊，我在外国要求我们的净宗学会同学每一天听经不能少过四个小时，啊，念佛外国环境跟中国不一样，啊，也不能少过四个小时，那一天八个小时算不错了。啊，那专修的道场
一天用功啊，不可以少过16个小时。啊，所以是6个小时听经呢，10个小时念佛了，这是最低限度。啊，你人才不会打妄想，啊，不会胡思乱想，心是定的，神智是清楚的，啊，不迷惑。这个下面说了一啊，说140大愿之门啊，这一部经啊，这一品经啊，一共有141首偈，每一首偈就是一愿。总共141首，啊，长者在此地是说大数，零头省掉了，140大愿。看下面这一句，就晓得这一品经的重要性。你看，以成是信，成是成就，啊，成就是信，成就是住，成就是行，成就是回向，成就是地，成就是一地，是一地是等觉。普贤法界无尽心海，这一句重要啊！啊，所以古德常讲：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圆成佛道。对菩萨讲的，啊，菩萨要修普贤行，才能够圆成佛道。啊，一般讲到普贤行，大家只知道啊，行愿品里面所讲的10大愿望。诸位要知道。那个10愿呢是纲，这个地方141愿是目，是细目。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悔业障，一直到普界回向啊，怎么落实呢？这一品经是落实，这一品经是普贤行啊，具体的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，处事待人接物啊。起心动念之间，你说多重要啊！所以这一品经是华严行啊，学华严一定要做到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只念念讲讲，谁能做得到？一条都做不到啊！佛法之衰，就衰在此地，不能落实啊！在这种状况之下，真正是个佛弟子，
你的悲心呢，自然升起啊。我们祈求正法救助，从哪里开始呢？从我自己本身开始。你不要去要求别人啊，要求别人永远落空啊，绝对没有指望。要求自己，我自己做到了，正法就救助啊，我做到之后肯定会影响别人，影响人有多少，那是你的法缘啊，你的缘殊胜，你影响的人多啊，你的法缘不殊胜呢，你影响的人少啊。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要知道，如果要扩大影响，就不能够忽略工具啊，科技工具，现在的卫星电视、网际网络，最好的工具啊！所以我没有到场，我只发展这两样东西啊。那么我们用网际网络8年了啊，虽然在这个摄影棚里面讲经，面对着是全世界啊，他们同时可以收看啊。卫星我们已经有3年，差不多到4年了，2003年元旦开始的啊，现在有5颗卫星覆盖全世界，只要装一个接收天线，你24小时都能看到啊。所以有人曾经问我，法师，你的道场在哪里？我就告诉他，我道场在天上啊。他听不懂，哎，好在他的道场啊，有一个那个卫星的接收器啊，中国人叫锅，它有个大锅，我就指着那个，你这个可以收到我讲经的，啊，你频道不对了，24小时不中断，啊，你可以收到，啊，这是扩大影响。面前没有人学习不要紧，确确实实有很多人热爱佛法的人，在网络上学习，在电视上学习，非常认真努力啊。所以这个141愿，我相信广大的听众同学当中，一定有人奋发而立行的啊。那么这些在我们佛门说再来人呐，不是凡夫啊，不是普通人呐啊。他们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自己，决定主持正法，成就众生啊。那么这些朋友志同道合，
不一定要见面。佛法重实质啊，不重形式。修行的纲目都是属于原理原则，每一面展开都是无量无边啊，每一面展开都是无量的心门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所以你看看他此地所讲的实心，像是小学佛门的小学啊，舍住啊，初中啊，摄行呢是高中啊，摄会相啊是的大学啊，摄地是研究所啊，摄业地博士班啊，一层一层往上去修什么，都是修普贤十愿，都是修净行品140大愿啊，就修这个。每一愿里面都圆满包含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啊，愿愿具足十波罗蜜。幕后的结论说，普贤法界无尽的行海啊，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文。这一段文呢，说明为什么有这个141愿，又虽为修道上烦恼，虽为进修啊，修什么？无非是断烦恼啊！啊，六位中一位有20，六位呢共有120，根本是无明，皆因身见边见，二见呢有20。这就140啊，所以共虽未进修啊，燃尽烦恼总有140啊，这就是140愿的来源。说为防此障啊，其140愿令进修者从初信心离世圆融，大其愿体无愧自心根本尽止啊。那么这是说明141愿这来由啊，对治烦恼的，烦恼习气尽了，自性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就显现了。
所以长者在此地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虽未进修，天天要干。我们自己不必问自己是在哪一个阶层、哪一个位置，不要问这个。只问我是不是今天烦恼轻智慧长。希望我们的烦恼一年比一年轻，一个月比一个月轻，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轻，能做到这样的功夫就是上乘。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有进步啊，烦恼轻智慧就长啊。烦恼在把你智慧障碍，智慧不现前。烦恼是暗的，智慧是明的。暗的去了，明就出现了。这个道理要懂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